大家好，我是 Kimiko， 今天要来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两分钟八下，一个动作呢就可以让你直接瘦手臂、下腹乳，让胸部的 BB 点集中。什么动作这么简单呢？现在呢就请你跟着我一起做喽。第一件事情，你要找一个平整的地面，坐在地上，然后盘腿坐好。非常轻松的坐好，可是你的重点是放在你的臀部啊，一定要两边都要稳稳的坐在地上。接下来呢，把你的双手十指交扣，放在你的头顶，慢慢的往上伸到最直，用力的十指交扣，让你的大拇指往前压，帮你自己按一个赞。那注意喽，动作的重点是你的手肘不可以呈现外开，所以你一定要检查一下，感觉得到你的手臂。手肘的内侧是牢牢的贴在你的耳朵两边，所以在这儿看我们做一次，这是预备动作。然后一个八拍，慢慢的让你的大拇指往后下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往上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样算一组。那这个动作呢，每一天从两分钟八下开始，只要你确实的让你的手肘在全程动作全程都可以贴在耳朵的两侧，然后让你的身体是直立的，臀部是牢牢的坐好的，那你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瘦手臂、消腹乳，还有让我们的 BB 点集中，很棒的效果。那我们现在就跟着我一起跟着音乐咯。准备好了所以做完这个动作，你有几个地方呢？你可以留意一下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手臂的内侧，还有我们的肩胛骨的内缘。那如果你是身体很挺拔的人呢，你会连你的锁骨都会有微微的酸软的感觉。那记住咯，如果你是手臂的上缘，还有你的肩膀会有疼痛的感觉，那就代表两件事情，就是手没有确实的打直，然后还有你的身体没有确实的坐牢，那姿势不正确的时候，做动作的效果就会打折扣。所以记住喽，做完如果你
的身体的感觉跟我说的不太一样，那记住再回放一次影片，然后从头看一次动作的细节，不要急，慢慢的累积，小累积大改变。那记住要帮我按小铃铛， follow 我的YouTube 的频道，还有 Facebook， 还有 Instagram， 接下来的后面的 rules 你一定要仔细的看完哦，拜拜。